先把飞机打开，然后开遥控器，把这个屏给对上，然后呢把这个枫叶给它拉开，枫叶，因为那个枫叶它有时候会卡得比较紧，拉开之后了，然后就校正计时，查一下那个快慢码，它是校正计时的，然后转圈，第一声之后，然后飞机竖着来，然后长鸣一声，这就说明它闭锁已经交货。然后校正陀螺仪，右手边这个返航键是校正那个陀螺仪的，校正一下陀螺仪。然后这个外八是启动，然后就可以起飞了。好，可以。